他连自己的家人都能这样，难道他不会对我们王家不择手段吗？啊，这件事情邵刚已经去调查了，我相信林坤，我会把他保出来的。太迟了，林坤已经被抓起来了。 少华，难道说你到现在还爱着林敏君？这个我可以理解。从你爸爸死了之后，在我的心里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爸爸的位置。林敏君在你心里，应该也是如此。 可是少华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自从你跟他结婚，从新婚之夜那天晚上他把你头打破，没有多久，黄崇明就把我们公司搞垮了。好在你们兄弟两个争气，才又把我们王家和王氏企业再撑起来。我仔细回想一想。 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王家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跟林敏君有关。我们王家只要碰上林敏君，就会出事；碰上林敏君，就会倒霉。妈，您这是迷信，这不是迷信，少华。这叫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在我的心里，已经认定。 就是林敏君，还有，他把慧仪也给弄丢了。他算什么媳妇儿？算什么妈妈？像这样的女人，你还要吗？你还要吗？妈，我知道。 现在还爱着他，你心里还爱着他，是不是？那从今以后，我就离开这个家，我不要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。你别说气话，好不好？ 是说气话，少华，你老婆害死你爸爸，你不计较；你老婆把我们王家搞得乱七八糟，你不计较；连你老婆把你亲生女儿弄丢了，你都不计较。好，看样子。 还是最爱这个女人，那我走，我走。那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难道又想让我离婚吗？不错。怎么？你说不出口是不是？好，我来帮你。 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，送到民政局去就可以了。少华，我的话就说到这里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这辈子。 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林敏君，你看着办好了。
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，送到民政局去就可以了。不吵架，不互相生气，不赶我走。永远不会的。我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林明君，你看着办吧。光耀，我和你之间，说是感情也好，原因吧，一切都已经过去。大嫂还没回来吗？是啊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我实在是很担心大嫂。那慧姨呢？有没有消息？阿哥，妈正在气头上，大哥对大嫂也非常不谅解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大嫂，少林，少林，大嫂，慧姨回来没有？找到没有？还没有，我也是刚从公安局回来，到现在还没有人送失踪的小孩到公安局。我的慧姨，我的慧姨，她会跑到哪儿去啊？谁会把她抱走呀？嫂子，你先别担心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大嫂，你先不要这么伤心。警方会继续找的，一定会把慧姨找回来的。慧姨，我的慧姨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她了？她能去哪儿呢？小林，我大嫂休息。大嫂，我先带你上去休息。小林，走。小林，小林，到底？小林，小林，妈。妈，慧姨还是没找到。林明君，你跟我到楼上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妈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？林坤怎么又会被抓起来了？我真的不知道吗？虽然这些事情都跟我有关系，可是有些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是无心之失。妈，求你原谅我。你不必再跟我演戏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件事情跟你都有关系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啊？有什么不对？我老公不是间接被你害死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儿了。妈，别叫我！人前人后叫我叫得这么急，没想到背地里，你把我们王家搞得天翻地覆、鸡犬不宁。我也很难过，我也很自责。都是我的错。既然你知道是你的错，你还有脸留在这里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王家不欢迎你，你可以走了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王家，我更对不起少华。我求你别赶我。你不要再提少华。
少华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。不，妈，不会的，少华不会跟我离婚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他说过，这辈子不会跟我离婚的。是吗？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，你就自己当面去问少华吧。 真的，妈说你要跟我离婚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跟我说这个？我们的会议还没……会议，你还有脸提会议？我告诉你，会议是我们王家的子孙，我们自己会负责。我再告诉你，林敏君，就算是会议找回来了，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我不会再把会议交给你了，少华，去拿笔钱给他，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委屈他了。什么话？爸爸没了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只有一个妈妈。 老婆，可以再去。我在房间等你。 断一绝。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跟我离婚的。 如果今天是你和我，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。如果你真的签了字，那我林敏君从此再不会踏进王家一步。你为什么要让爸爸一个人去救崇明啊？为什么？ 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原谅的错误。
姐，这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姐都不知道，是宝莲害了你。姐，你不用难过了，从小到大都是你一直照顾着我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你不要太难过，也不用自责。姐怎么能不自责呢？这件事都怪我，是我太不小心了。林坤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签字呢？姐，那个方宝莲是你的好朋友，她让我签，我就照做呀，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。这次真的是姐害了你，姐对不起。姐，你别伤心，也别难过。虽然我现在被这件事情牵扯进来了，但是顶多在这儿待上几年。等出去了，我还是一条好汉。没事儿，姐。林坤，姐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林坤。姐，姐你别难过。妈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妈因为知道这件事儿很上火，所以我不想你和妈见面，我怕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我知道怎么处理的。林坤，你别怕，我跟少华说了，他会救你的，最多再待几天你就能出去了。嗯，放心吧姐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别哭了。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爹。用得着吗？行啊你，自己的亲弟弟你都敢陷害，你到天下问问有没有你这样的姐姐。妈，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是警察编故事骗我的。不是的，警察没有骗您。真的？哎呦姐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真行啊你。林薇，林薇被你逼得离家出走，到现在找不着人影，今天又把弟弟给送到这儿来，你这本事可真大呀。我告诉你，林坤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他现在还没有娶妻生子，一旦从这儿出来，他娶不上媳妇的。你这是存心断我林家的后啊你。妈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以前听你说的还少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弄得家破人亡。我告诉你，林敏君，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回娘家了，林坤不用你看，我死了你也不要来奔丧。妈，我还听说你公公的死也是因为你造成的吧。妈，你说我什么都行，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我身上。我怪你是吧？那不怪你就怪我呗。对，怪我，我教子无方，我能生下你这么个少斗星？妈，人家也说我是少斗星，不是吗？你不想想，娘家娘家被你祸得乱七八糟，夫家夫家弄得家破人亡，你真是无可救药了。你这样的人活着还干什么呀？你活着，妈，在你的心目当中，我就跟我婆婆说的一样，谁跟我在一起谁就倒霉。我说错了吗？你把你弟弟害成这样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爸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原谅你的。你这样的女儿，
胳膊肘朝外拐，害的全是自家人呢。妈，我求你不要这样，我已经……你已经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从此以后你别再回这个娘家，我不愿意看到你，不愿意看到你，不愿意看到你。你干什么？这么哭哭唧唧的干什么？想揍你弟弟永远不出来呀？对不起，我没想过您对我的误会这么深，这么狠。你要是无法原谅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少在这忽悠我，我不心下火，爱咋咋地，江水海水都没盖呢。你去呀，死去吧你，死去吧你，死去吧你。不去了。要不要再想想？被这件事儿牵扯进来的。对了，还有支票那件事儿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晕头转向了，听不懂。总之，这件事情跟大姐没有关系，妈。怎么没关系啊？那方宝莲
是不是你姐做媒嫁到王家去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从头到尾她脱不了干系。那也不能全怪我姐身上，不怪她怪谁呀？儿子，你别怪妈重男轻女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她把你害成这样啊，将来有了前科，你到外头去怎么混人的？我就是要让她觉得你妈我特别的痛心，然后也让她自己觉得愧疚，我才让她好好的补偿我。什么？你让我姐补偿我们？对呀。妈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什么叫我疯了？我刚才把她痛痛快快的骂了一顿，还赏了她一巴掌。我就是要让她觉得你妈我特别的痛心，然后也让她自己觉得愧疚。另外，我也借机去找王少华闹闹，他们俩一块儿觉得对不起我们。那时候我再跟他们提条件，让他补偿我几百万。妈，气我！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可能完成不了了，因为大姐已经被赶出王家了。赶出王家了？谁赶的？我姐之前来找过我，她已经跟我说了，她已经被赶出王家了。你别吓唬我！她吓唬谁呀？她？我告诉你，他把你妈我这一套给学来了，我吓唬他，他才吓唬你，这种话不能作数的。我刚才还说了，那江海都没有盖子，你去跳啊，去死啊，这话能算数吗？你说。妈，我大姐什么样的性格您不了解吗？她现在被赶出王家了，您又这么逼着，万一有个好歹，我大姐怎么办？你别吓唬我。我没吓唬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要不在这里，我早出去找我大姐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要把她逼死吗？哎，哎呦，这怎么办？那我到江边还是海边去找她呀？你赶快去找啊！哎呀，敏君，你这傻丫头！哎呀，敏君啊，敏君啊，敏君，敏君啊！哎呀！敏君啊，你可别吓唬妈呀！明明知道妈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得让妈把话说完嘛。敏君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让我抢了不让她说。替我这张长嘴，我怎么能这样这么刻毒地说自己的女儿呢？我还打了她，你说。我这个女儿要是真的没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是他们王家，他们王家逼走了我的女儿，你看我怎么找他们算账？我还是先去找女儿吧，我去找。哎呀，哎呀！我的腿啊，医生，我腿怎么样了？上次就跟你讲掉下来走动，你偏不听。我看你的脚啊，最少要花个半年的时间才能复原的。什么？要半年啊？没办法，你的脚要完全恢复，一定要这么久的时间，不然瘸了一条腿怎么复原呢？好好休息啊。不行。参加我爸的葬礼呢？那我妈去哪了？我妈怎么也不来找我呢？宝莲呢？怎么就像消失了一样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康，腿好点没？小康。谢谢你看我，小康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爸的死阿姨会很生气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真的不想这样的，我也很自责的，小康，我今天来想告诉你，我可能这次来看望你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
为什么呀？我大哥为了这件事，已经和我大嫂离婚了。他要你妈，也已经离开这儿了。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毕竟我爸的死是因为你，而且这件事跟大嫂有关系，所以我哥不可能再原谅你，还有我大嫂。那我妈呢？ 我们去哪？对了，公司查账的时候发现，你老婆方宝莲弄走公司几千万。什么几千万啊？今天是我哥让我来看你的。我哥念在咱们曾经是兄弟，也看在爸的份上，方宝莲的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。相信这几千万。 也够你们夫妻还有母子生活。不是，我得把话说清楚啊！那是不是少华说的意思？我和方宝莲骗公司的钱？你的住院费还有医疗费，我已经付过了，就代表我们最后一点心意吧。周少康，少康，你回来给我说清楚，少康！ 敏君被赶走了，已经离婚了。为什么敏君没来跟我说一声呢？还有宝莲贪污那么多钱，现在王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和宝莲联手吃掉，宝莲又不肯跟我离婚，那我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妈呢？妈呢？到底在哪呢？ 我一定找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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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放心吧，一定能抓住他。真的。 林警官，别怕，再说这里是公安局，有这么多警察叔叔保护我，妈，妈，杀爸的凶手抓到了，他是陈文丽的同伙。带走，妈妈，我要杀害你的凶手，终于找到了，少林、少华、少康。 终于找到杀害你爸爸的凶手了，终于找到了，妈，妈，妈。 陈万丽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丈夫死了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你成全你到阴曹地府与他做同命鸳鸯吗？我是在做梦吧？我是在做梦吧？
不是在做梦，不管你是做梦还是清醒，我都要杀了你！拿命来！